暑中大放异彩，树林高中课程博览会正式开始。我是典礼主持人蔡廷宇，我是典礼主持人陈湘君。哇，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好久不见。因为疫情的关系，树林高中课程博览会已经停办2年了，今年总算是正式复办。对啊对啊，而且现场气氛超级热闹的。那么就让我们来欢迎由第二外语法语的同学带来的舞动地球村喜迎课博会的传统舞蹈表演，请大家掌声鼓励。
法语同学们。相信大家看完他们的表演，也更期待今年课博会正式登场。今年展览非常精彩，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当然没问题啊。我们今年展区以大海时代做规划，在树中村堂搭建一艘命名为树中潜逃号的大船，就是大家前方看到的这艘，带领我们树中师生乘风破浪，航向未来。还有，华新北市五大博物馆统统邀请到树中来设展，让大家不用走出校园也能欣赏学习。这次首次结合 AI 人工智慧，邀请 AI 机器人台币为我们的课博会进行演出导览，待会也会有精彩的机器人压轴表演，请大家敬请期待。还有这次特别展出国中我爱家乡、高中超过50门特色课程、特展等作品，是非常的丰富。还有受过训练的导览同学们会对大家解说。哇，听起来真的非常令人期待，是不是该先来个掌声加尖叫？今天现场也有许多贵宾好朋友的莅临，那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新北市教育局李玉莹鼓掌，欢迎鼓掌。再来欢迎平林茶叶博物馆黄月化小姐，欢迎。平哥陶瓷博物馆陈宣如小姐，欢迎。十三行博物馆谢志杰先生，欢迎。以及我们辛苦的每个处室的主任老师们，也欢迎大家。那么现在我们邀请我们树林高中大家长曹永央校长为我们上台致辞，欢迎校长。谢谢我们，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啊。那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各位师长，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来办理呢课程博览会的这样一个呢分享啊，跟这个启动的这样一个仪式。大家看完了这个同学们的一个表演啊，大家都有没有都很想要到法国去走一走啊？这个是启动了我们想要出国的这样一个呢动机啊。不过今天还是要谢谢我们教育局呢这个宗教科的那个玉莹鼓掌呢也到我们现场来哈。那我们先掌声谢谢他一下哈。另外呢，也要特别跟这个五大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呢，今天有来到三位，我们是不是也给我们这三位呢馆方的人员呢一个掌声的感谢好吗？好。新北市呢，对于呢文史的一个推动，博物馆的设置呢是不遗余力啊。那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五大博物馆十三行啊，然后呢淡水的古迹博物馆啊，还有平岭的茶叶博物馆，还有我们离我们最近的莺歌的这个陶瓷博物馆啊，还有呢最有价值的远在呢九份地区的那个金山的一个黄金博物馆啊等等的。那这些博物馆都是我们先民呢在开垦呢新北市地方啊所留下来一些呢这个历程跟遗迹啊。那现在用博物馆的方式呢来做呈现。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把五大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呢原件跟要素呢拉进校园，希望同学们呢好好的呢来欣赏跟体悟。第二个呢也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本次的一个活动呢，主要是结合了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个多元选修的一个课程啊，把我们多元选修的一个课程做一个呢盘点整理之后的一些呢这个呈现。所以呢，这些虽然有一些研究的一个作品不是说非常非常到位跟精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同学们呢在学习的一个努力，所以呢一方面也分享，二一方面呢也肯定同学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用心。第三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除了说有文史有现况，我们呢也结合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呢我们最后一个桥段呢有 AI 机器人的这样一个呢 demo 哦，然后呢希望能够呢把这样的一个呢科技也能够呢升值在我们的一个课程当中，带领同学们呢去做这个加深加广的一个呢开发跟研究。希望呢今天这样的一个安排呢能够有助于同学们呢启发你多元的智慧哦，在
在这个高中的一个课程当中呢，大家都收获满满。另外呢，也要跟同学们呢来按一个赞，为什么呢？因为呢，同学们从这个分工，从合作到演出的一个执行，哈、哦，那这些呢都是要非常非常绵密的这样一个思维跟团队的一个呢这个合作，哈、哦，那我们的同学呢都有那个雏形，这代表是说同学们的潜质，只要呢假以时日，我相信呢您的成就一定是非常非常棒，哈、哦，祝福我们今天的一个呢启动仪式呢顺利圆满，同学们呢在过程的一个呢这个接触当中呢，大家收获满满。各位师长，各位嘉宾，好、哦，那阖家平安，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妈妈。现在让我们欢迎新北市教育局林玉玲股长上台为我们致辞。初中的主任老师还有学生，还有也谢谢今天一起来我们现场的博物馆的馆方人员啊，今天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今天很高兴代表教育局一起来参加今年的初中的课程博览会啊，今天来到现场也都能够感受到一刚开场学生非常丰富的一个演出，然后也看到现场的各个摊位的一个课程的展示，那我相信今年的课程博览会呢，一定能够非常圆满顺利，也祝福大家今年的所有的展出呢，在现场能够获得到这些学习资源呢，都能够收获满满，谢谢。非常。这次课博会还有一群幕后推手，这是我们的选修课。还有国七国八我爱家乡的指导老师，请全体指导老师起立。老师们不要害羞，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跟尖叫声，谢谢你们参与这么丰富的课程，谢谢老师的用心指导，请老师就坐。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启动我们数中前导号，启动之前，我们要安装我们数中前导号最重要的一个零件，也就是大家前方所见的这个船舵。船舵是一艘船最重要的核心，因为有就像现在现场的贵宾还有大家们，我们因为有你们莅临到我们现场，我们才能正式的启动我们数中前导号。谢谢各位。那么船舵安装好了，我们就来启动我们数中前导号。启动前有一个口号，请大家跟我配合。当我喊出赞美数中，你们跟着我说大放异彩，并且比出一个漂亮的赞。那就来练习一次哦，赞美数中，大放异彩。再一次。贵宾、校长以及博物馆的馆方代表们，我们一起上台来启动我们数中前导号。刚刚大家都很棒哦，希望等下正式来的时候可以听到你们更大声的声音。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喽！赞美数中，大放异彩！数中前导号正式起航。请台上的各位贵宾帮我面向前方的摄影机，为这美好的一幕留下精彩的印象。现在请校长还有各位来宾可以先回座。好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压轴表演，大家知道我们压轴表演是什么吗？好像有点太小声了。
展翅好吗？太小声的话，他们就不会跳咯。那再一次，那现在我们就来欢迎由女娲创造公司所研发的 AI 机器人凯比带来精彩的群舞表演，请大家掌声鼓励。高中课程博览会，那在疫情期间停办呢两年的这样一个课程博览会呢，我们今年呢因为呢降级改类的关系呢，再次呢来做启动。那这次的一个呢这个课程的一个重点展示的一个呢核心是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第二外语的这样一个呢课程的一个呢成果呈现。第二部分呢是结合了我们在文史课程当中，结合了我们新北市地区五大博物馆的这样一个珍贵的一个展品，把他们呢也拉进呢我们校园当中来，提供给孩子们呢做这方面的一个接触跟了解。那第三个部分呢是透过我们在平常资讯课程或者是生活科技课程当中，也把这个 AI 科技的这个部分呢，透过呢机器人这个舞蹈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做一个呈现，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呢课程的一个成果能够带给同学们呢学习的一个成果呢，感觉到呢收获满满，并且呢带动他呢继续再往这个领域呢加深加广的这样一个努力。师资
或者是相关的设备能够呢这个 follow 得上的话呢，我们都尽力为同学们呢来开设呢更多元的这样一个多元选修课程的这样一个呢这个开立。那无非是希望能够启发同学们的多元智慧啊，那在这个多元智慧的一个引导之下呢，好，那能够找到他自己有兴趣的这样一个呢课程内容啊，那将来呢也能够到高等教育当中去呢来做衔接，然后呢做加深加广的一个发展。校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培育的特色课程？我们在多元选修的这样一个课程当中啊，大概是有两个主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结合了在地的一个文史课程，那另外一个是呢结合了自然的一个呢科学发展的这样一个课程，以人文跟自然作为两大主轴啊，当然延伸出非常多旁支的这样一个呢分科的这样一个科学，比如说有地理的，有绘图的，有设计的，那有呢科技的，有呢这个专题探究的，那乃至于呢有资讯呢发展的啊 AI 结合的这样一个相关科技，这些无非都是要同学们呢能够去做接触，有了接触之后的了解，然后呢更加深他呢研究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个兴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呢那个简单介绍。好，谢谢校长。谢谢谢谢。谢谢利用一整年的时间设计出有关于三家地区的，第一关是透明片，然后要圈出关键字，然后第二关跟第三关是拼拼图，然后第二关是拼拼图透明。就是时候我乐高零件都是做机器人，这台是战车坦克，它的零件都是用乐高制作的。那这边中间台主机，我们可以利用它来 coding 我们的程式，让它执行我们的动作，像这样。都是执行的程式。瓷器的话，它上面有一层颜色。
的班级非常多，它变成新课纲了。那新课纲它整个历史探究实作是每个班都要做，所以我们的树林采风它有点在扩大，就是说它不是只是树林的在地，它的那个在地是树林高中学生的视角的在地，所以它是可以到他的所在，像他们在访谈的过程，跟受访者的一些互动。那像比如说像这一组，后面有一个，后面有这个，像这个曾宪强，这个巧心，像巧心这个这个老板他很难得，就是他们受访了之后，觉得很肯定这个课程，所以特别打电话跟学校的电话打给我，就是他们就是要表达就是对这个课程的。不行，这个是我弄不起来的，变了，就这个了，这个看起来比较好用。看起来像俄罗斯吧，他的脖子就，哎呦，真的假的？我好准，哇，你好准，厉害哦！茶吹，我感觉都一样，因为他的音啊，他的音很厉害。对，一样，这个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对，哎，伊朗的，好像也是加。踹，我掐了。下，不行，我觉得韩国，真的假的？不是，下这个是哪里？印尼。印尼。出来的东西去复刻的吗？没有错，可是它是直接埋在土壤里面，所以膜是还好，过是一定的。因为土壤，你用土壤整个包覆起来，它就不会有韧。那我们用刷子在清的时候，确实蛮容易有些锐角的部分可能会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然后在时间。就是出厨时间吗？对，然后其实出厨时间在2003/01/04/02，对不对？也不是练坏的东西，通常它无法再练，因为它已经是杂质物，所以它里面会有包含了大量的沙土这些都会在里面。不会，我们还是尽量多操纵。哎呦，哦，实体合上去，好感动。就是这里。哎，再说吧。哦，可以。然后你一直都能看，可以听。哦。原来如此。
他或者是他这样导致就这个哦，修复成功了。我先把它叠回去，我先叠回去。好久没看到这个，就是这样卡边的。随便抓，随便抓。
红茶的话，你看它就是有不同的味道，肉桂跟淡淡薄荷香，对，茶汤色泽也比较深，而且它颜色会比较干净。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单，那学习单的话就这个就可以带回家自己去玩。对啊，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我们的展览部分，就特展部分有泡跟井冈温。对，那这边的话还有十种不一样的茶叶，这个茶叶来讲的话，你可以借由茶叶的外形来看，它有球状跟盘状，然后它的洞顶乌龙茶，它的发酵程度它是做比较稍微重一点的烘焙，那所以它的茶汤色泽来讲的话比较偏金黄色再深一点点的颜色。那红玉来讲的话是全发酵的茶叶，那全发酵的茶叶来讲的话它是台茶18号，所以它会带点肉桂跟淡淡薄荷香，所以它的茶汤就比较偏黄。那像这个的话，龙井跟嘉叶龙茶，龙井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会不太，它的那个叶子会不太相同，它有点像片状的。像这个的话就是一边采，就是一边炒它会一边压，给它做塑形。那这个的话就是它是绿茶类，通常这个就是产自于三峡，它是就有点类似它是算算就是绿茶类的。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嘎巴茶，这个嘎巴茶来讲的话它是在无氧的状况之下去制作的，所以像有些人如果说对于茶叶比较敏感的，你就可以喝嘉叶龙茶。它算是元气茶，对，因为它的单宁酸咖啡都比较少，所以这个就可以建议喝。对，看还有这个，来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这边的茶叶来讲的话，它就是陆运跟海运，那陆运跟海运的它的念法也会不太一样，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自己随便拿一个，对，放上去做感应。大家看哦，它有船只或者骆驼，这就是船运。那船运来讲的话，它讲到它的发音会不一样。差，照你讲的话，它船运来讲的话，这它应该是要念 T。问题是因为它是在澳门出那个进出口的，所以它那个茶的音会比较像粤语的音，所以它会跟着就是会念茶的音。不然照你讲，它是要念 T 的音。对，可以再试别的。像陆运的部分，像中国，这个。这也是海运，当然可以挑一个中国的这个。对，是这个。再次，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做感应的，陆运。茶。对，所以它这个它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音。像通常茶来讲的话，它就是比较接近粤语的发音。那如果 T 的话，就比较是福建系的那个语言。对，目前就有这些，那你可以玩一下。对，好。茶王煮的前座，石头轻哦，对，比较轻一点。就会石头材质轻，对，不太一样。那这个是仿真的陶器碎片，那这个陶器碎片上面有，各位可以看一下，上面有这个编码。那这编码是实际上我们仿制出这一块的它自己的编码在上面。那上面抬头我注意到抬头是四个英文字 SSHM， 13号 museum， 就是13号博物馆典藏的东西。对，好，然后年代 ，TPC 是哪边？台北 CP， 对，在台北。好，然后什么时候典藏？对，它可能发现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典藏进博物馆。典藏进博物馆，它前面它后面才会会标区域，那前面应该是发现的时间，以及后面有注意到这个几只几有没有？这是坑位，就是说对这个13号挖这一个第几号坑第几个位置，那他们这个标号会对应的是记录文版，他们用纸本记录，那上面就有画坑道的位置。那这个就是我们台北本地的文化城。文化城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如果的地方是良善的区域，安全、容易居住、食物丰沛等等，它地层下面就很有可能会有过去先民居住过，这是人类的一些习性。对，那我们现在的地层就是辽阔，所以说是最上面。那我们下面这一再下去这一层，在台北本地早期应该是进入农耕社会，所以这个城位大概1公尺到
一公尺上下的位置几乎都会发现龙坑社会的痕迹。那再来往下数 1.5 公尺深，就是指三行文化，那就是金属器时代，所以这边会多一个炼铁的区域，然后后面会有圈养的家畜，然后会出海捕鱼制造虫子。那再往下也许很像，但是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他们并没有炼铁的区域，只有制造陶器，所以是单纯新石器时代。那再往下就没有了，所以台北盆地是没有旧石器时代。各位在学史前文化，旧石器通常会往哪个方向前进？还记得台东，台东对，没有错，八仙洞那边，所以台北盆地是没有的。那这关系到各位的地理知识，就是6500年前全世界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冰河时期的结果。没错，没错。所以台北盆地开始有人居住，所以我们能够追溯到最早的时间。所以这群是直接从大陆迁移过来的？不一定，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南，有可能是南迁，有可能是本来就是在南方的这群人。那这个有很多种因素，比如说我们澎湖海沟就有一些迁当地的在澎湖海沟本来的居民，因为气候变迁，所以海水面上升，来不及逃掉。那这个就关系到什么？最早的人类是谁？这件事情，不晓得你们现在的课纲会告诉你们是什么？几万年前，记得吗？大概是30000多吧，长篇文化之前的，对。但是其实在追溯，如果以整个大台湾地区来说，可能埋藏在澎湖海域底下的那群人，可能是比较早的一群人。对。那当然大家都有说法，有些人说本岛才是最早，那有些人说全台湾。这门课是影视史学，然后我们主要是由看电影，然后去了解历史，然后我们会利用看电影，然后去了解里面的意义，或者是我们会去探讨这个电影是不是真的有，是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样子。然后我们平时呢也会就是做一些桌游，之前像是叫南街鹰镇的桌游。我们到学期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要拍摄一个古今街来的影片，然后那是我们学期末的报告，然后老师也会在旁边进行指导与协助，会设定一个当今的议题，然后选择古今的两个历史的某一个桥段做一个主题的展演，然后会利用旁白与字幕，然后加上结语拍摄一个5分钟的影片。我们越南语呢，主要还是有这边，我们越南语有很多民族，它领土有大概33万平方公里，对。然后呢，它有人口约1亿人，它也是很多。然后它有54族，但主要呢还是金族这方面。然后我们课上还会给我们用影片啊，然后老师讲解方式，然后来跟我们讲一些热门景点，像是胡志明市这一种的。就是很多，然后其实我们台湾的文化，其实越南也会有，像是我们台湾有斗笠呀、梯田，像是灯笼这一种，还有越南主要的春卷。然后我们其实越南也有粽子，但粽子他们的粽子是正方形跟长方形，然后我们台湾是三角形，就可以看他们的差异。然后这是我们越南语的课程，我们在主要的做的活动，然后我们主要。课上老师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越南的一些食物东西的单字，然后会给我们做一些小活动之类的。然后像是圣诞节，我们圣诞节多元选修课程的第二外语都会有这种活动，就是可以闯关可以玩。然后像是我们台湾过年会写那种春联贴春联，其实越南也会有这种习俗。然后园丁。我们学校也有那些植物可以，就是我们有种植一些植物可以拿来吃的，然后我们会采集那些植物，然后来做一些关于有关越南的食材，然后还有一些实地探访。我们实地探访，老师会给我们找一些时间，然后带我们到树林附近的一些越南杂货店的，或者是
卖越南美食的地方，然后会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他们的文化这些。对，就这些。我们西班牙的课程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发音练习，我们老师会从最简单的字母开始，让我们循序渐进的学习，从字母到单字，然后一一让我们整理并且练习。而第二部分呢就是交际对话，从简单的日常用语开始，我们先从问候语以及介绍，然后呢一一练习，循序渐进且轻松的让我们有训练我们的口说与听力能力。然后接下来第三部分就是生活绘画，我们生活绘画就是会看一些电影啊，日常用语，然后让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对话，在日常中更精进我们的西语，实际的体验可以亲近文化。因此我们有非常多的手作课程，有我们的亡灵绘画以及那个秘鲁烤鸡，还有我们自己做的西班牙的建筑。然后呢，我们为老师为了要介绍我们更多西班牙的特色，因此不会只着重在于语言上的教课，它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例如先教我们一些西班牙的历史文化以及名人，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单字，比如说国旗、职业以及数字。然后呢，以基础的生活绘画为主题，要我老师为了要培养我们的国际观，以能听懂、能沟通为目的，认识西班牙更多的生活特色，以及每天我们都会练习主题实用句以及那个简短对话。我们西班牙除了我们介绍的文法与词语以外，我们还会以美食为主题，有时我们会吃一些西班牙式的美食，如烤乳猪，然后这是他们有名的油条。哎，我们这个行动博物馆呢叫做阿嬷的灶咖，对，这个就是最有台湾味的一个模组了哈。对，那我们什么叫台湾味哦？就是要土生土长的哦。那么陶瓷就是土做的哦，然后呢，用土呢来制造出我们台湾人所需要的一些用品啊，比如说在早期呢，我们用土来制造什么？我们需要的盛装的这些用具啊，像碗盘呐、这个酱碟啊等等啊，还有像呢比较大型的，就是像缸啊、瓮啊，在农业时代的时候呢，最需要呢这些储存用的一些容器啊，来做腌制的一些这个一些食品啊，所以呢像酱缸的文化，哇，这也是台湾味哈。那另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碗碟的部分，还有相当有特色的一些图样。这个都是呢我们所谓的就是台湾早期的美学比如说画着螃蟹、画着虾子这个山珍海味另外呢像花朵啦，还有像一些水果啦，哇，比如说旺旺来啊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橘子这个吉利的象征还有像柿子，事事如意那我们由这个模组当中呢，这样的一个比较属于游戏式的方式让大家去对应看看，我们这个图案，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吉利的一个这个意思那这些图案呢，其实代表的就是以前人的一些期待，希望说明天可以更好一点在比较物质缺乏的时代呢，哇，大家都希望说吃完之后呢，哇，这个碗盘里面还有一条鱼，还有一只虾这个年年有余希望呢，哇，这个未来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希望这样子那在我们后面呢还有一个模组后面还有一个模组呢叫做阿公的爹爹这个我们可以往这边来。哇，在这个农闲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泡茶除了呢，在这个田边呢，可能会摆上一个大茶壶来喝水之外呢，还有很多呢是在家里面呢，这个跟三五好友呢可以饮茶用的一些茶道具那我们这边呢有介绍了一些茶壶的一些造型啊，它的一些组件啊还有它的一些不同材质的一些陶瓷的茶具那在这个方向的部分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哇，这个标准壶啊，我们一般呢，这个陶瓷的茶壶呢，有用注浆的，也有手拉胚的哦。那像注浆的茶壶呢，它是有很多的小小的组件哦，翻模之后呢，再去组装的啊。那既有这些组件的部分呢，可以让同学哈，还有这游客可以了解说哦，我们一个茶壶的一个制作的一个这个流程。嘿呦，我们是树中绿十亿的第一组，那我是负责这组介绍的指导员，我叫圣杰。然后基本上呢，我们今天做的料理主要跟泰式的料理有关，分别是我们的柠檬鱼，然后虾酱高丽菜，泰式奶茶，还有打抛猪肉饭。那这四道料理呢，我们都分别用各同不同料理手法下去做。那像我们的柠檬鱼呢，一开始是用蒸的方式，先把鱼蒸熟，后来再用有点半煎半炒的感觉，我们把那个柠檬的味道带进去。那虾酱高丽菜的部分，我们是先用蒜苗下去爆香，爆完之后呢，我们再加入我们的红萝卜丝，然后我们的辣椒下去做一个爆炒的动作，那有点火苗，那的整个风味更加提升。那我们的高丽菜呢，是选用比较传统一点的菜市场高丽菜，直接下去跟他一起做拌炒的动作，之后再加入我们的虾酱，让它整个味道呢有一种泰式的虾酱感觉。那我们的泰式奶茶呢，我们是用泰国的手标红茶粉下去做冲泡的一个动作，我们冲泡出来的红茶呢，基本上喝起来会有点涩，但加入了我们的炼乳还有我们的奶水之后呢，就会变成一杯相当正宗的泰式奶茶了。那我们的打抛猪肉饭呢，基本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买的是现成的打包猪肉酱，但是我们一样把它做蒜苗先下去爆炒之后呢，加我们的酱汁还有我们的猪脚肉下去做一个炖煮的动作，让它整个猪肉的味道呢有一种很酸咸，然后带点开胃的感觉。那以上是我们这组的一些介绍跟报告。那我们这组有一个小游戏，基本上它是联合我们的米食推广和我们的泰式美好去做的一个小游戏，你可以在这里呢留下你的评论。那有机会的话，如果是一些比较有时限的评论，我们可以送你一杯泰式奶茶。那再来是我们饮食推广部分，我们先从吃米救经济，再到我们为什么要吃米开始介绍起来。那吃米救经济呢，基本上以我们现在的西化的饮食习惯，再加上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美国军人有军援我们的一堆面粉，导致我们现在台湾的饮食习惯其实比较少在吃米。那米食推广部分呢，就是为了避免说我们台湾的米食文化就此落寞，让我们的米食可以减少浪费，然后达到 LGBT2 的一个零饥饿的标准。
让我们的一些可能比较贫困一点的居民，或是比较贫困一点的家庭，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美食，或是一些可以吃到食物的机会。那最后是我们的心得，这学期呢，我们学到非常多制作好吃东西的方法。那像是我们之前有做过我们的豆花，或是其他的豆类制品，基本上这些经验都是非常宝贵，而且很让人感到有营养价值的。那最后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这是我在初中其实算蛮快乐的一件事，也是最快乐的一堂课。以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要讲话，你再说一下。我们要介绍的是客家的饮食文化，然后我们今天做的四道菜是客家麻糬，然后还有原本是要做菜脯蛋，但是中间出了一点差错，所以说菜脯蛋的部分改成葱花蛋，然后这道是客家小炒，然后还有客家板条，然后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麻糬，客家麻糬的部分是，古代的客家人就比较没有钱，所以他们会把剩下的饭捣均匀，然后加入花生粉。客家以前就是比较节俭，然后比较没有钱，所以就是会加入这样的一些做法。然后有一些的北部的客家人会把姜汁，然后熬红糖，把它煮成汤汁麻糬，让它更有另外一层的风味。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原本是要做菜脯蛋，然后后来变成葱花蛋。啊，我们就先讲它那个菜脯蛋的典故。菜脯蛋就是一道客家的家常菜，然后流行在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区。他们会把蛋，然后加入萝卜干，然后也会加入一些葱，然后有时会加入一些，就是因为客家人通常会有很多的一些作物，通常很多都会把它加里面，就是比较有味道的。菜脯就是腌制过的萝卜干。客家小炒呢，就是最传统的一道客家菜。客家小炒早年先民就是拓垦不易，所以逢年过节都会带背着三牲，然后去拜拜，去拜土地公说谢谢，就是土地公的这是最近的就是照顾这样。然后当时因为华南山地开垦的客家人生活困苦，所以比较不会有鸡鸭鱼这些肉类可以吃，所以在重要的婚丧活动才会宰杀一些牲畜，就是这些鸡鸭鱼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就把这种东西综合成一道菜，就是对客家人来说就是还蛮重要的一道菜这样子。然后最后一道就是我们的客家板条，客家板条其实就是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的活动是形塑饮食文化特色的主要因素。客家人居住山地的劳动生活模式也影响其族群的性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饮食文化展现是所谓的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在食材的方面啊，不管是里面的香菇啊，或者是菜啊，或者是我们的板条，都大部分都是由客家人所做出来的。就是客家人其实客家族群他们就是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一些农作物，然后其实客家人也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些菜大部分基本都是味道会比较重一点，因为以前的客家人就是比较重于农耕，所以流的汗比较多，就是比较辛苦这样，所以他们要比较多的盐分的补充，所以而且吃的也要比较饱，吃的比较饱的话就会像是客家板条这样子，就是可以填饱肚子。然后像是原本的菜脯蛋还有我们的客家小炒都属于味道比较重的食物，然后甜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客家麻糬，也是比较属于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这样子。所以总结就是客家族群其实虽然食材看似都东西都混在一起，但其实客家族群有他们的一个智慧，把他们的智慧放在他们做料理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所以我的报告大致就是做到这样子，谢谢。早期移民的社会因为三餐的生活不易，所以呢饮食会以稠罢即可，同时就是修够短袜的
饮食期待下的味美价廉。那闽南人来台之后，不忘原乡的记忆，勤奋节俭之余，结合了台湾当地的食材，经由大众普及之后呢，形成了海岛特色的小吃，同时各地流传之后，保有该地的特色。再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菜色，那首先是我们的地瓜叶，那它的早期当农民采收地瓜时，他们会将地瓜的叶子摘下，更好的让地瓜发展和成熟。农民发现这些地瓜叶子味道鲜美，因此他们开始将这些地瓜叶子作为一种食材，加入到他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再来这一个呢是肉燥粥，为什么是肉燥粥？因为我们的饭有点毁掉，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粥。那肉燥饭在南部通常是以肥瘦一定比例的猪脚肉卤制，北部通常含有煮熟碎猪肉或炒香肉燥和香酱油乳汁，有时酱汁里会有香菇丁，两者的口感和口味略有不同。再来是炸汤圆，人们喜欢将料理寓意于好的意涵，花生与汤圆是两样常被誉为吉祥的食材，如吃花生会好事发生，吃汤圆会平安与心愿圆满，结合两者的而成的料理更是代表期许能为享用的人带来更多的福气。再来最后一道是菜脯蛋，菜脯是早期农民常常面临蔬菜的储存问题，为了延长蔬菜的保存期限，他们开始将蔬菜腌制处理，其中一种常见的腌制方式是使用盐巴腌制后晒干，后来人们则做法上用菜脯结合蛋，变成了如今的菜脯蛋。我们主题是原住民族群，然后其实他们的食物都是以生食、水煮、腌烤或者是腌制为主，然后其实像这道咸猪肉就是用盐巴腌制的，然后还可以配小米酒助兴，然后我们的原本有一个薄发薄粽，就是它就是小米收成后丰年祭包来吃的，然后一年只会吃一次，然后我们现在改成就是这一道是糯米地瓜粥，然后名字叫若是遇见你，所以我们就把它想成爱情的过程，就是一开始会先遇见一个人，所以第一个就是若是遇见你，这个就是咸猪肉，然后就是与你享受清闲，就是你在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做很多事情，所以就是跟他一起享受清闲。然后这个是坚果风干凤梨地瓜虾球，就是它是用原住民然后去发想的创意料理。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米打糕，就是有点失败的米打糕，可是它看起来还是很好吃。对，就这样。因为这我人都死光了，借我拍一下好不好 ？Sorry。台湾外省群族的饮食特色。因为政治的因素，1945年后有大量的外省人来到台湾，也因此丰富了台湾的饮食风貌。战后中央政府位于台北，然后政府官员需要聚餐消费的场合，因此外省人餐馆聚集在总统府附近，然后主要以今天的台北市政中区为主，以及其他外省人落脚的城市，例如桃园、台中、台南与高雄，外省的餐馆把大江南北地名加在餐馆名称前方，让消费者一眼而知餐馆的身世。然后我们今天有做四道料理，我们第一道叫这个云南面线。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秀才，他在湖畔旁边读书，然后他的妻子经常都会为他准备米线，但由于他的路途很遥远，米线早就凉了，然后所以在偶然一次送鸡汤的时候，妻子发现鸡汤可以覆盖在米线，让米线锁住汤水的温度，然后更加的美味。这是牛杂汤，然后它的由来是相传上古的时候，有一位大王在仙农坛亲自的祭祀的时候，然后突然降下大雨，大王看到就是当地的百姓啊，就是他们很饥饿，所以他就亲自把牛就是把它杀掉，然后就是下厨这样子，所以就将牛肉，然后牛肚、牛心、牛肝等东西都加在汤里面，然后包括一些作物这样煮在一起。
然后后来就流传到山东等地方。这是我们的玫瑰凉糕，然后切糕是凉糕的前身，然后百姓过年时会端出来，是一个好的寓意，就是年年高的意思。这道是我们的麻辣香肠，然后它是工业技术在欧洲普及的时候就制造出香肠，然后传到日本，日本在没有传到中国，中国再加一些本地的特色，然后跟香料这样子。